首先呢，我们谢谢我们一年来辛苦的我们华南的永生会长啊，登龙在这边呢，谢谢你啊，一年来你辛苦了啊。那我们先欢迎我们这一个义都区大家长叶总监，还有我们第一副总监呢陈真胜总监啊，还有第二副总监我们这个传媒总监哈，抱歉，第三副总监是蔡少宏总监啊，蔡少宏总监，还有我们这个莅临指导的这一个夏秘书前总监，还有赖金霞前总监、赖明远前总监以及吴胜松前总监啊，等等呢，在这边呢，觉得呢，诚惶诚恐哈，如果说这一个把加入华南狮子会哈，等等二十年来呢。总共呢，回忆了一下啊，加入了在政府注册的人民团体呢，担任理事长呢，今年是第四任，啊，第四任啊。那么开玩笑打个比方说呢，如果担任理事长、担任司事的话，如果把它比方说是，请问加安加四遍啊，加四遍来，对的，多几回加上好了，啊，就嫁我们华人司事会嫁的最好。因为华人狮子会呢，强个用哦，尤其上重要，华人狮子会够钱，够钱哈。过去三年来呢，在我们三零零一都区呢，总共捐献的 LCIF 的金额呢，都列入前三名啊、哦，前三名。所以我真的爱上呢华人狮子会啊、哦，爱上华人狮子会啊、哦。所以呢，虽然过第四遍哦，但是灯笼呢就上这座哦。这后边无要搁嫁啊，嫁到这最后一面啊！决定以我们华人狮子会呢，长相厮守啊，执子之手，白头偕老，大家公开很棒啊！那么我们谢谢我们的母会哈、哦，博爱狮子会啊、哦，郑会长啊、哦，以及我们八卦山狮子会赵会长，还有我们华夏狮子会这个林会长啊、哦，这个。千里迢迢哈，远道而来哈，那么来指导我们华南呢这一个狮子会哈，那么也谢谢我们的指挥哈，高科大狮子会，还有这一个华人狮子会啊，还有我们议会的师友，最后呢，邓总仅在此呢，好，愿意谦虚的来学习哈，那么向各位领导师友来学习，向我们尤其我们华南呢，在第34年。登龙承担起这一个重任之后呢，登龙毕竟将未来新的一年呢，来努力来承担起这个责任哦，努力用心的来向各位前辈学习，更向我们两位呢，我们华南呢，出过两位的前总监来学习。好、哦，说真的，真的在他们身上呢，学到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哦。阿光马飞改。加入咱华南新的师友，吼、哦，来甲恁报告，吼、哦，加入华南是健康的选择，吼、哦，加入华南是无唔对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最后呢，邓总一家呢，祝福一位贵宾、各位领导师友、各位长官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大吉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以上请你茶杯提了，倒来了，各位接宾的福林社有一个联谊会，福林社联谊会甲恁西子会较无同。